噔噔噔噔噔噔。哎呦！哎呦！啊哦哦哦哦哦！好玩啊！这就是这样。来吧，前后夹攻！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 bug？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 bug？ 我被这样子夹，然后我车是这样子，我被这样夹，然后我车长这样，你有看到吗？我车是这样子，哎呦，我上来了 ！Oh my god， 我居然上来了。要把椅子删掉。就没喝哦，到底是要喝什么喝啊？饮料喝完是真的、啊。我看一下我直播台，我看一下多少人。好久不见哦，各位。这样推开要走哪里？走这边。然后嘞，哎呦，哎，怎么变了？我怎么变了？我高雄坐席调回来，我高雄坐席调，我不用调回来啊。我没有要调回来的意思啊。欸，所以上来之前要甩就是哈。好。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图稍微研究一下，看一下我们要怎么研究。哎，走这边应该是最快的。然后第二圈会在哪里啊？第二圈这个会在中间。好，第二圈也在中间。哇！
噔噔噔噔，哎，声音，我声音会不会太小？哎呦，每次那边都撞，头好痛哦！哎，我走中间，走中间，走中间会怎么样？好像不错，走中间好像蛮快的。好，甩上去。再走一次中间 ，nice。感谢订阅，感谢 DWK Flash， 感谢旭弟。可可哎、欸。哎呦！哎呦，这到底要怎么过啊？我天哪！白痴，超难的。这个箱子可以干嘛？吃会不会有东西跑出来？那我可以进密道吗？应该可以吧。来来，箱子，箱子，来来来，箱子。我是进去了啦。这旁边到底要怎么过、啊？哦，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可以。哦，感谢订阅，感谢这个巴拉巴拉巴拉的订阅，布鲁斯，我看到了布鲁斯，哎呦，这边度好低哦，十九号，有人在问，帮我回答一下，谢谢十九号。我们要今天我们就是目的就是来见新图。这水上去到底好不好？弹一个，Magic。不要！没事。啊！订阅没多少钱啊，也不能干嘛。有人说我订阅拿钱去干嘛？只要你订阅我才拿40块，我是可以干嘛？大概一个便当都买不起吧。
我看一下可以弹多高。等一下会从这边上来。哎呀，没打到。再次，再次，再次。这里，这里。啊！被骗了。再次，再次，他应该会从这里上来。哎、欸，我被吃掉了。再次，再次，再次。等一下、啊，我fail了。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边，不是这边。好，我知道了。对对对。哇、哦，又错！哎、欸，它是随机的、欸，哎，它是随机的、欸。我猜是这里。有了，哎，还不让我弹，哎呦，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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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观众说什么啊？这个，这真的超慢，应该是不能走这边吧？然后这里有这个捷径，啊！哎，我不会死哎、欸，这是假的咯。哦！不要不要不要！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不要！我知道他问我会不会玩《银丝路》啊，但我不会玩啊。因为我才刚把电脑弄好，而且是很勉强的弄好。感谢订阅，感谢这个 BOJUN810315， 感谢续订五等。最近不会打LOL啊，最近有打是打这个传说对决。哦，我有想骗我。好，我们决定，没有没有在厕所玩啊，后面是房间，很黑哦。你们还想开吗？放大一点好不好？你们最喜欢看这个了吗？放大一点啊！你们还要不要看？要不要再看啊？就这样实况要不要？我看你们可以受得了多久？就这样实况啊！我是没差啦。你们最喜欢这样实况啊 ？Oh yeah！ 感谢抖。这样有比较多吗？我看一下谁抖的，因为我没有双视，我没有那个双萤幕。EDN31805 的感谢抖内三妹。一开始应该是走这边啊，这样比较顺一点。好，大概这样。好，这里要想。好，关起来，关起来。哎呦，完蛋！
我看到不好说。肩膀会不会很酸？有一点呢。哎呦，我害怕啊，怎么样？我不能害怕，是不是？我们开始正式好好练图了。哎呦，这要怎么甩啊？我到底要怎么甩才能把我车甩在这上面？不对，太早了。我们先练这张，我们先练这张，这样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哦哟，网友会撞到那个。好，我猜一下，猜一下，这里。哦，吓我一跳。好，我们走这边，走这边，这里感觉是最快的。哦，又是坦的，为什么一天到晚是坦的？我们等他一下，这样一定比较快。好，绿灯啊，各位。我刚才不小心闯了一下黄灯。下去。哦，有这个 tempo， 这个 tempo。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好吧，就是我做一件事情。贼，你可以帮我把翁来放到阿嬷房间吗？我也可以把翁来放到阿嬷房间吗？没有，他。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的猫猫。哇！我会说台语，我会听。啊！现在有镜头啊！现在有镜头。好，我决定先把这个镜头给关掉一下下，等我一下下。嗨，我回来了，各位。猫不叫旺来，好不好？猫叫凤梨。哇，太难了吧！这真的超难的。
没有画面吗？有啊，有我的画面啊。哪有没有画面啊？嗯，我把我的镜头移过来一点，大概是这样。OK， 就这样。回高雄九十四要讲台语，很久没有讲了，该来个十分钟了。我不要讲台语哦。感谢董内，的董内被吃掉了，帮 QQ。哎呦，这个玩好难哦。我不要讲台语啦，我不想讲台语，我想轻松一点。应该说我现在没有很想讲话。我今天是这个开台跟大家聊聊天、讲讲话的，好不好？哎，有了有了有啊！好难哦！哎，再中刀！你这个，你知道这个就跟什么吗？这个就跟这个正妹很没有很想洗澡，只是他想要跟你聊天的时候去洗澡而已，意思是一样的。哇，又没有得那个了，我是不是一定要走这边啊？下去。啊，现在的话我就讲那个9分87秒的台语好了。就伫咧这个时阵，咱来这个韩国，走走卡打车，算游侠酒。好，这样子。好，来了来了来了，一次、两次、三次。请问一下，乐高的台语怎么讲？不要走哪里，走这里，走这里。好，走中间，可以。这样一个，好，
闹，一路这个南下，在高雄老家开台。我最厉害的这个台语是 Scoy， 好不好？什么 O E Day， 差太多了、啊。哦呦，不要！这也太难了吧！早安，早安。那个，那个，那个，喷那个就卡住了。啊！不要！我只是想要在那个又硬又粗的这个圆柱状的东西上面安稳的这个吃到绿色的东西，有这么困难吗？有了，吃到了，好吃。我发现，我发誓跟各位讲，这边走这边是绝对是比较慢的。好，来了，来了，来了。有这圆柱状，绿色两个、三个，吃好吃嘛？哎呦，那边飞不过去，头好痛哦！为什么那边飞不过去啊？谁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对啊，豹哥不是去避旅吗？他怎么开台的、啊？哦哟，不要，头痛。只是右边有加速点，可是最快的还是那个、啊，还是那个企鹅的那个，不是那个鳄鱼啊，是企鹅。这个反应速度好慢哦！哪里有加速点？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这里也有。傻眼呢！他避旅只去那么少天哦，那有什么好玩的？哎呦，太难了吧！太难了吧！哦，他在附近饭店网咖是不是？白痴！有了有了，我吃到我吃到，好吃。然后嘞，然后嘞，这里一个最佳化，这个反飘，这个段位拉出来，下去领五百，所以他到底回家了没啊？聊天室不要再骗了好吗？他到底回家了没啊？
好，上来了。好，好，我们直接把这个土给放弃，太爽了。张图怎么跑？张图怎么跑？那个，哦哟！好好好 ，nice！ 哎，路嘞？罗东夜市。哎呦！我们要练个土啊，各位！但我发现怎么一下就出去了？原来弓箭很常撞到头啊，没关系，我懂，我懂。又撞了，哎呦，所以这里要甩 U 弯，好，我记得了。这个除了豹哥他家以外，其他都是北部啊。U 弯 U 弯，这里算好的。啊！夜那么长，为什么？